大家一條 IQ 題啊，就係你每一日一起身第一件事會做啲咩咧？咁好多人咧都會搭刷牙、洗面啊，或者撳熄鬧鐘啊，咁其實都係錯嘅，因為咧呢條 IQ 題嘅答案咧就係擘大眼啦。咁但係咧我嘅答案咧就有零舍與眾不同喎。點樣與眾不同法咧？就係好 sweet 嘅。咁如果你哋想知道我嘅答案係咩咧，就要留意我嘅最新泰台國語歌《每天醒來第一件會做的事》啦。咁其實已經派咗台噶啦，你好快就會喺電台度聽到噶啦。咁如果聽到嘅話咧，記住留言俾我啦，同埋支持支持我啊！